下回见到我，记着绕着走。进去，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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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
要是你想匕首，我随时奉陪。如果你是杨天成的真传弟子，我倒想领教领教。哎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团队利用一部手机在网上做全球生意的。如果你不想打工，如果你的生意很难做，如果你遇到错误瓶颈，没有方向，如果你不想用自己的青春去全球别人的梦想，那么今天你有幸看到这个视频，只要你会转发分享，就能月入过万。很多普通网民做第一个月就赚20000了，做半年50000以上，做一年月收入最少100000以上，时间越长收入越高。一部手机助教创业，实现一个人的创业梦想，不需要投资，没有风险。听到这里可以记下我的联系方式，我的 QQ 85787176 3，或者微信06661214141。我们系统的使命是让网民上网变得更有价值，手把手教给你月入过万。侮辱太极拳也侮辱我们。走。杨玉英，原来你女扮男装。原来是杨大小姐，怪不得那么眼熟呢。跟他学拳要倒霉一辈子。对呀，不能跟女人学拳，侮辱太极拳也侮辱我们。这问题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女的不能当拳师。我们太极的祖训是传男不传女的，如果被人知道是我教你太极的话，你会被挑断脚筋废武功的。猜猜我是谁？哎呀，玉兰，